我捏，我捏，我捏捏捏。哎，这一个呀是谁的胡萝卜呀？我的，我的胡萝卜是我小黄狗的。不是，不是啊。那胡萝卜是我小蓝猫的。不是，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胡萝卜是我小兔子的。对啦，对啦。可是我有两只小兔子，一个胡萝卜也不够分呀。我有办法呀，我可以把两个小兔子变成一个小兔子呀。这是一个儿童缝缝乐，里面呀给我们带了线，还有钝头针，还有一包棉花。现在呀我们来做小兔子吧，粉色的小兔子来选粉色的线。我们呀先来穿针引线，这个针呀它都是软的，根本扎不到手。现在呀我们开始缝制小兔子咯。这个缝缝乐呀真的很有意思，不仅能让我们体验缝衣服的快乐，还能锻炼专注力和动手能力。缝到最后呀，我们来给它留个口，给它塞棉花。看，塞好棉花的小兔子呀，就成立体的啦。我们再来给小兔子贴上长长的耳朵，给小兔子再来粘上眼睛、鼻子和嘴巴，还有它的大肚皮，手上还拿了一根胡萝卜呢。捏起来呀非常的解压，挂上链条呀就是一个小挂件啦。这样的缝缝乐玩具呀又好看又好玩，你们喜欢吗？